完蛋了呀！我今天来东湖拍摄，我不知道他们这还要关门呢。这现在这个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跑到南大门，南大门已经锁了。哎呀，我敲了半天叫没有人，现在整个公园里没有一个人。我还说呢，我说哎，现在没有人了，我这才好可以好好拍了。这完蛋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往那边再走，看有没有人呀，值班的人呀。实在没有怎么办呀？我不可能不出去呀。园子里一个人现在都没有。哦，据说是这边的门不开，一个北门，一个西门，一个南门，一般都是从南门进。西门说不开，北门现在不知道啥情况呢。哎呦，我这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呀，这园子里。哇塞，我今天干这事儿，哎，我还说现在光线好了，哎，这拍的挺好的，这完蛋了，满园子没有一个人。哇塞，哎，那边有施工的人，哎，那边有两个人，施工的人。那看来是这边的门有可能要开哦。啊，前面我看着人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把我吓的，我以为我完蛋了。我哎，有人推着小孩往外走呢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走到南门一关门给我吓坏了，我说这整个园子整个把门关了，这我完蛋了，出不去了呀。哎呀，看着前面有人了，这不敢，再不敢逛了，赶紧往外跑。哎呀，看着了，虽然距离远，看着了，看着了。哎，那些人那有个小门，他们都从那出去了。哇，那个门又关上了，什么情况呀？又关上了，肯定是有人值班吧。这下有地方出了，这是一个出口。哇塞！啊，他这有一个侧门就出去了，就从这儿就出去了。哎呀，把我吓坏了。哎，我还以为我出不来嘞。哎呀，这真吓人。好了，我终于出来了，准备坐车回宝鸡了。